手繁音。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今天要介绍的是《天地劫》手游当中的蛇仙宫斋女诸葛艾。那看到诸葛艾，我们就可以看到胸前两个车头灯有多么的好看。这个角色光凭这一点，你还不抽吗？先看看我开头的影片，那个模组展示。多么的棒啊 ！OK， 好。诸葛艾的天赋呢？三星的情况之下，每携带一个有益的状态哈，伤害会提高2%。那他最多就是到8%了，也就是说自身最多就是上4个有益状态。然后三星的情况之下，伤害是提高2%。那六星的时候是5%。那六星的时候就很恐怖了哈，你自身有4个有益状态的时候是提高20%哈。那每携带一个有益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在放绝学之后会有 15%， 三星是 15%， 六星是 25% 的几率，然后会减少冷却时间1，那六星的话是2。那六星的时候真的很恐怖，最多有 100% 的几率哦，最多有 100% 的几率。也就是说你身上有四个有益状态之后，你放一个绝学哦，一定会减少绝学的冷却时间2。很扯齁，真的很扯齁。我觉得这个天赋是非常有特色齁。那关于这个自身有益状态，他要怎么获得呢？这个就要看到他的被动技能齁。五内。好，五内的部分呢，五内技能的部分。那初始的状态是诗音变曲齁，诗音变曲。那诗音变曲的能力是攻击单个敌人是 1.5 倍的伤害。而且对战之前呢，他会复制敌方身上最多两个有益状态到自己身上哦。对战之后呢，会帮全场气血最低的友方恢复气血，那恢复的量是法攻施术者法攻的 0.8 倍。那不可驱散的有益状态是无法被复制的哈。我觉得这个技能哈，基本上是必带的，因为它可以你在打 PVP 的时候，如果敌方是有益状态有四个或是五个之类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招。去把人家的有益状态转到自己身上，其实这招真的很变态。那再来是中间的琴心齁，琴心是一个被动，那被动是什么呢？行动结束后自身获得一个随机有益状态，也就是说他至少每一回合会获得一个有益状态，也就是说你至少每一回合都会有一层，就是一个有益状态，伤害会提高 2%， 伤害提高 2%， 这是一定基本上都会带的技能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神阙传佑 ，OK， 那神阙传佑呢？顾名思义就是传送嘛。那传送的话是以自身目标为中心的七个菱形范围哈。重点是什么？假设呢，如果你帮冰离传送好了，可是你身上又有五个有益状态，这个时候呢，你把冰离传送到你的指定的位置之后，你会把身上五个有益状态的 buff 转到冰离身上哦。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是跟一般的传送技能是不一样的，是有额外施加这个 buff 的状态齁。其实这个效果是我觉得还 OK 啦，还 OK， 不过也是看场合使用齁。好，另外一个是西光回音。那西光回音是55等的大招，不过它是不用消耗气力点数的齁。好，那内容是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6 倍的伤害，那范围是直线4乘3个啦。那对战之后呢，或复制自己一个的有益状态给周围菱形三个范围内的其他友方。OK， 这边还有一个重点哦，你每伤害到一个人，额外复制一个有益状态。也就是说，诸葛艾身上有四个有益状态的有益状态，那敌人有四个的话，你刚好打到四个人，你才可以复制自己的四个 buff 到其他友方身上。如果你身上有四个，但是你只打到三个人，你就只能复制三个齁。但大家听得懂吗？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哦。是什么呢？假设你的诸葛艾真的有五个 buff 了，然后刚好敌人你也打到五个人，
你的周围的友方全部都有五个 buff， 其实蛮恶心的啊，真的蛮恶心的。但是其实你这个技能就要看好时机点去放，还有敌人的数量之类的，它又有一点，你要看准时机啊，没有不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主要不是用来攻击的哈，这主要是为了把自身的 buff 转给友方哈，也不是转给友方啊，是帮友方直接复制一个新的，自己本身的 buff 还是在的。它不像神阙传佑会把 buff 诸葛亮身上的 buff 传给你指定传送的那个人，这样大家听得懂吗？等一下我们会有影片给大家示范一下。好，那再来是七光御阵。那七光御阵主要是这个范围技，那射程三格，范围是菱形两格，那是造成 0.4 倍伤害。但是重点是战后为自身菱形三格范围内的友方恢复气血，那是法攻 0.5 倍。这个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就看大家要不要打。基本上我是不带这一招了。好，再来是最重要的技能，灵智针法。好，灵智针法是主动使用对单个友方施加神锐、畜牧、辟空两回合。那神锐是物攻、法攻 20% 加 20%， 畜牧彗星加 30%， 辟空免疫物攻、法攻的降低。那通常啊，像我会放的话，就会变成先放灵智针法在诸葛亮身上，然后诸葛亮情形被动发动了。好，我们在下一个回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神阙传佑，就可以把自己的 buff 传给那个人，这是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带西光回音，因为你身上已经有灵智阵法了嘛，对不对？也就代表说你身上至少有三个灵智阵法，三个加情形的随机一个，四个。这个时候你只要打到四个人，你就会帮友方增加四个 buff 的状态，其实还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适应变区，因为他是偷人家的身上的 buff 去拿来用了，所以这一招才是重点，这招是重点中的重点。你在打 PVP 的时候非常好用，所以你要小心对手先把你诸葛亮先就是封麦等等的，那也无法释放绝学。好，那再下路就是一般的法师、宙斯的这些基本的技能哈，像神念啊，气血高于 90%， 法攻、法防提高 10%。啊，群星聚华，攻击单个敌人哈，造成 1.5 倍的伤害。那战后为自身周围三个所有友方驱散一个有害状态。那基本上要怎么点呢？我推荐呐、啊，我自己推荐是中一定是走到底嘛。那走上路，然后一直点到底，就这样。那顶多再点一个下路啦，神念第一招。如果是灵运石不够的玩家，你就是。中间、上面、主点中上，然后下路点一招，就是神念这一招，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啊，如果你是要打 PVP 的玩家，你就是三路全开啦。那为什么要我推荐走三路呢？因为灵智针法，因为它可以自己释放这个三个状态，这个实在是也是真的很好用啦，真的很好用。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PVP 跟 PVE 都可以通用我推荐的。适应变曲、琴心跟灵智针法，通常这三招基本上通用啦， PVE 跟 PVP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带的。那你顶多把灵智针法换成神阙传佑，在 PVP 的时候，那剩下基本上很少了，很少会这样搭了，这是通用型的。那你也可以把就是诸葛亮当作输出用啦，那怎么带呢？就是神念，然后群星聚华跟声音变曲，但是，这个方式的话，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群星的被动效果增加 buff， 你就要靠其他队友帮诸葛亮上 buff， 蛮吃亏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天赋是要吃有益状态会提高伤害才会提高嘛，所以有点可惜啦。如果你这样子带的话，所以我基本上不推荐这样子的做法。另外一个是可以当完全辅助来用，就是琴心、灵智针法、西光回音。那刚才我讲的嘛，琴心是为了增加一个随机有益状态，灵智针法可以增加三个有益状态，这时候再弄西光回音，有打到敌人帮友方增加 buff，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这个就没有输出了，完全没有输出。好，这是纯辅助来用的时候。
好，结论哈，引诸带是应变取清心凝智真法，这三招基本上都通用了，好不好？那神阙传右西光回音就看状况哦，看状况使用。魂石的部分呢，大师推荐这个朱颜魔火和妖术师。那基本上我自己是带妖术师啊，就是减少这个冷却绝学冷却的时间，我觉得比较重要。好，那不过还是要看大家这个使用的场合啦。好，那饰品的部分，头部是天河朱砂，那法攻加 10%， 使用单体绝学的时候伤害额外提升 15%。 那你可以用朱盖的适应变取，就是搭这个头部天河朱砂有很好的效果。那另外一个头部呢是这个神鸟续坠，那法攻加 18%， 气血加 5%。 好，再来衣着 清神禁欲，气血加 5%， 主动攻击对战中物防法防提升 15%。 好，那腰部是推荐这个朝云横渡，法防加 5%， 气血加 5%， 遭受攻击对战中自身免伤 20%。 好，那锁部是盘龙戒，法攻加 8%， 免疫封咒跟皮落。为什么要推荐盘龙戒这一个呢？免疫封咒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诸葛爱没办法上情心跟灵智真法，你的有益状态天赋，你就没有有益状态，你的伤害就不会提高。那你在攻击敌人的时候会减少一点点输出能力啦。所以你免疫封咒其实是很好的一招挡 PVP 用的。那如果是打一般剧情面向的话，其实你没有免疫封咒其实还可以啦。好，但是如果你 PVP 的话，基本上盘龙戒我是蛮推荐盘龙戒的。好，我们示范一下诸葛爱的技能齁。来，我们先站这里好了，放灵智真法。谁敢放肆。好，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诸葛爱身上有四个 buff 状态。辟攻、御魔、驯牧、神锐。好，这个时候呢，诸葛爱身上只有四个有益状态嘛 ，buff， 后面两个不看。好，我们传送剑圣哈，好，试试看，传送到这里。谁敢放肆？好，这时候剑圣身上呢的状态，四个，一二三四，辟攻、驯牧、御魔、神锐。他的传送就可以，就是传完之后可以增加把身上的 buff 传到友方身上齁。好，我们这个时候诸葛爱身上已经有一刺骨愈合辟攻驯牧神锐一二三四五。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打这边两个敌人应该会增加三个 buff 到友方身上齁。好，我们看一下齁。李大侠就是我就是李逍遥。对，三个。因为西关回应是这样子齁。就是对范围内造成伤害之后，战后复制自身一个有益状态齁。给三个范围内的友方。那每伤害到一个人额外复制一个。也就是说你打两个人就是三个状态到其他友方身上了。OK, 就这样子。以上就是大师推荐的诸葛爱技能点法与技能搭配魂石饰品的推荐。玩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要参考大师的推荐的方式。那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拜拜。